各位朋友都知道，北海岸是 核电跟核废的重灾区。我们是不是用惯了核电，也不注意到北海岸这么美丽的地方，长了三座核电厂？那希望能够听到蔡英文以总统身份，对于中华民国丢弃核能废料对兰屿的错误政策，向达悟族人公开道歉。那并与达悟族展开国家赔偿的对等的协商。我们反对以原乡再作为核废料候选的厂址。你看一下啊，就说我们就算是民进党他不跳票，我们到2025年也是每天都在等着核灾发生哦，因为我们三个核电厂实在是太危险了。反核废53614，就是说南澳他是坚持反对核废料。53614就是我们的母语，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些核废料，我们要这些核废料滚出去。来，南澳反核废，南澳反核废，53614，53614，南澳反核废，南澳反核废，53215，53215，核废迁出兰屿，核废迁出兰屿，土地永不续租，土地永不续租，核废迁出兰屿。核电厂，我亲爱的核电厂，是否想起那个可怕的核废料？核电厂，亲爱的核电厂，是否想到人类的灾难？很多人会说好像核电的议题告一个段落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但事实上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今年选择了面对核废告别核电，希望将所有的讨论聚焦到核废料的议题上面，因为这个是接下来过去我们不愿意好好面对，接下来我们必须得面对的议题。在总统大选之前，我们曾经向三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出诉求。那其实不管在非核家园、能源转型，其实三党的候选人理论上基本上的共识都蛮强的。那其实这也代表了台湾的社会共识，其实就要迈向一个能源转型不使用核电的非核家园。但唯有在核废料议题上，我们的三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所以我们得知目前台湾其实最缺乏讨论的反而是核废料的问题。今年对兰屿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一年，因为105年度核废迁出的承诺又跳票，这对达悟族群来说已经可能不是新闻了，因为台电用很多方式来操作跟分化。今年度新的政府即将上台，那我们听到蔡英文承诺他会以总统身份代表整个政府向全体原住民正式道歉，我想这是这个国家落实转型正义跟原住民和解的第一步。但道歉只是第一步，对于兰屿人来说，首要转型正义是让核废料能够完全迁出兰屿，我们要的是具体的迁厂预算编列，对于造成兰屿达悟族的伤害做全身的全面性的见解。那希望能够听到蔡英文以总统身份，对于中华民国丢弃核能废料对兰屿的错误政策，向达悟族人公开道歉，那并与达悟族展开国家赔偿的对等的协商。我们反对以原乡再作为核废料候选的厂址，希望新政府能够建立资讯公开、公众参与的核废决策，也让兰屿人可以不要再被选址条例困境给绑架，那他可以从这里完全被解套。我想这才是落实转型正义的真正的第一步。我从小在7岁的时候看着台湾第一个核电厂开始整地，在民国59年，核二厂是我的家乡，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是
现在是面目全非，反核的长辈一一的凋零，到今年人数又不断的增加。每次在公祭场合上看到罗阿北，看到许富雄、召集人，这些反核的先辈前辈们一一的凋零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事实上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我必须替过往的先烈们还有前辈们，他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冲撞，甚至流血或者被判刑，走到今天才有我们可以再接续的脚步，接续的方向。向他们说抱歉，跟他们对不起，跟他们对不起，跟他们对不起。从107年12月5号开始，核一厂1号机陆续的到期，接着核一二三厂要除役，还有蓝屿的核废问题，甚至核研所、龙潭这一些核废未知数，甚至台湾还有各处的辐射污这些量体，台湾要怎么去面对一个核废散落各处，然后一直想达成非核家园这样的目标？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现在还住在福岛。2012年到2015年的时候，在我祖母家的庭院里面，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总共有19个像这样的 size、这样大小的大型的集装袋。在核电发生了问题之后，整个福岛的土壤都受到了污染，所以呢，当地的民家这些土，我们并没有地方可以适当的处置它们，所以政府就只能请大家把这些废土暂时性的放到这些大的袋子里面，然后就这样子在自己的家中置放了3年。继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我们获知就是高阶核废料放置在我们所谓的大南澳地区或者是大南澳沿盘的时候，引起我们在地人很大的反弹，也让我们开始重视说有关于反核和反核废料这一个部分的议题。这统治是一个核废料的统治，台湾人正义就像写在这个核废料的统治上面，然后核废料的统治在哪里？在我们原乡。原乡之后呢，我们的心情呢，当然只有一个，不要说东西放了，然后再跟大家讲说蓝屿放了核废料，然后他们还有什么福利？如果这么好的话，那我干脆放到台北嘛，直接福利给台北人。这个不是一个挑拨离间，这是一个逻辑。因为当大家不要东西，我们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别人甚至于不知道情况下，我们把所有不要东西，甚至于危害他们身体健康、祸害到千年的东西放在人家家里，你们会愿意吗？三个核电厂全部都暖勾勾，核一现在已经2个全部停机了，然后核二也是发生过核电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些大事件，例如就是核它的锚定螺栓段毁损，还有像现在它的那个1号机它的炉心侧板它已经裂到40公分了。这在所有事情在全世界都应该废炉好多次了。那核三它更是问题多，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它是全世界就是反应炉最接近断层的一个核电厂，核电只占我们的一层，我们根本不需要核电。核电需要替代能源是一个假议题，我们需要赶快发展再生能源，是替代火电而不是替代核电，所以大家不要继续再被骗了。核电我们能讲100个理由，但是只要讲不出怎么处理核废，其实核电就是不能再发展下去。我问我的司机说，你可不可以教我一句台语说怎么讲这件事情，他教了我一句说，我记得卡生卖假戏的下游了，就是说你没法处理核废，就不要再谈这个怎么这个发展核电这件事。我觉得这句话就讲明了一切，我们为什么要
不但要停这个停止这核电，要并且要2025这个要非核家园。事实上，今天此刻就是要停止核电。